大家都知道方力申喺两年前回复单身啦，咁你感情生活呢两年有冇机会出现过喺你身边咧？有识到啲人嘅，咁但系真系机会就冇咯，系啊。同埋我近年就嗱，我尤其是我呢一家依家系更加忙喺我自己嘅游水嘅事业里边啦，真系好忙。我依家就搬咗去元朗啦，我个泳池喺黄竹坑啦。我依家每一日系净系揸车来回穿插，再加埋做嘢都系自己揸车嘅时候咧，每一日系揸过百公里啦。所以其实系好鬼死忙，辛苦，心力交瘁。做生意真系好好难，又要应付好，无论系自己的教练、自己嘅同事，即系觉得冇时间去识异性，冇时唔系，冇心机啊。我因为可能翻去我以前游水嗰种心态就系、是，我有一样嘢好想做得好，就系、是、游水。我依家有一样嘢好想做得好，就系、是、我嘅生意。咁所以我系变咗系冇嘅心。方家就有两个仔噶，哦，即系我同我细佬啊。细佬系咪结咗婚噶啦？未啊，哎呀，佢仲佢唔系佢我唔争气啲，系佢有女朋友。你老豆阿妈有冇催你呢样嘢咧？我老豆系完全唔 care 嘅，我阿妈就会紧张啲咯，系啊。咁但系佢都。即係奈我哋唔何啦，第一咁啊，我有鼓勵我細佬噶，我成日叫我細佬快啲結婚，快啲結婚噶，係啊，咁咯，咁同埋我自己咧，就可能因為我自己係雙魚座啦，即係我自己係比較要求高啊，同埋追求完美啦，同埋浪漫啦，所以我係好相信愛情，好相信童話嘅，仲係。我是仍然希望可以见到一见钟情，跟住快快乐乐八十岁都拖住手嗰种人嚟嘅。咁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依家咧系仲系三十几岁、四十岁嘅时候咧，我后边仲有大把时间同我另一半相处。所以我系觉得，我依家揾唔到唔紧要，我四十五岁揾到都唔迟嘅。一圈圈星光背后有我方力申，想听足本访问，即刻上881903.com节目重温啦。